好，大家就是能不能比如说就隐蔽一点，哦 OK, 好好好，藏得好一点，对，那我们这个抽一下下一题，下一题我已经迫不及待展示了，迫不及待的，好，那但是如果我是哎，你展示的时候我们往后转吧，好，展示的时候往后转啊，来大家往后转，大家往后转啊，来跟展示一下，好，这个阿星，阿星来无缝衔接，阿星，不会我是卧底吧？王毅来，王毅来，到我了。走一枪，大家都走一枪，自觉走一枪。来。反了，反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大家转过身啊、哦嗯，我看这次安什么牌呢？我们安身高牌，好吧？哦、我有一亿啊，我没有电子高前电，我也没有。那我们就按照自己内心所认为的真实身高牌，好吧？我们就是看大家自己心里有没有数，自己觉得该站哪就站哪。好，这是你们不改了吗？不改了吗？就这样吧。飞进你，你有没有后悔上这个 MC？ 我非常后悔。为什么冯思佳不在啊？这样没有啊？因为我是主持人，对。他内心身高。好，那这个这里按我这是最高开始往下排。我这是最矮，我这是最矮。对，差不多，那就孙正妮最高。过来吧。哎喂，哎，那我去那儿吧。我这个是一个要比较比较熟的两个人才可以。比较熟的两个人才可以做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他是不用熟也可以慢慢。我什么？然后阿星，我觉得熟悉的人可能会更好，很了解。这得两个女的。不瞒大家说，前阵子有人来找我商量过这个事儿。玩好了能起飞。开心啊。好难。台上极少数人参加过。可以，我觉得就是大家给出回答都很好。对，那我们来先投下我们第一轮想的。啊、你们需要复盘一下答案吗？这怪难的，说实话。那我们这样，我们现在投票啊。好，三二一，投票。怎么又是我？王毅说啥来着？他说都是两个女的啊，有点模糊啊，有点太模糊了，我觉得你们会后悔的，过于模糊了，就是说对，那这个游戏还是得继续，两个女的有错吗？对啊，有两个女的有错吗？我们也两个女的，可是什么都可以两个女的呀，对吧？对啊，就两个女的呀，你们还能找到就别的。对啊，那继续好吧，继续。
来，从谁开始呢？从那边开始，飞起源好不好？哦，飞起源来，小子。有意向参加。哇。好磕的要死。他们很划算。啊？啥意思？很划算？我也没想过。我心中的人选只有一个。头张心，头张心，忍无可忍了。为什么？投他，投他。你去下一组吧，你去下一组吧。你赢了游戏，输了道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来就是说，我大家都很敬业。啊，在工作。我。我没有你我没有人选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个，我们主要目标是要找这个卧底是谁。对，就咱们还是不要带有私人院这个投票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个投票，对，公正。好，三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复下盘好吧？哦，复下盘。刚刚谁说的有问题啊？你说的啥？他有意向参加。啊，有意向参加。我说好磕的要死。对吧？然后，他有问题。他说什么？划算有问题？什么意思啊？确实啊。你解释一下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在这悍跳好吧？能不能先投票？哎，你解释一下，开始狼人杀什么意思？划算什么意思？不是出去旅游吗？哦，确实差不多点。哎，你们差不多点，我们先投票好吧？不要点太明，留点朦胧感。好，我们先投票啊！三二一，投票。哎，哎呦，重伤无辜啊！为什么投他的理由是？因为没有啊。就很公正，感觉他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。因为想让他到后台玩耍一会儿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答案好像是公式，他的好像不是公式。哦，那张欣到这里来。我们游戏结束没？他什么？其实我都猜不太到。他这个金曲大赏。金曲大赏。对啊。啊，你是猜到我们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？猜到。从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就猜到了。好聪明哦。那你们真是心有灵犀。那我们。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，我们最后一题，好吧，最后一题，对，王毅能不能加把油啊你？哎，我觉得我第一轮说的很好啊。对啊，你是被针对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下一把不投你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最后一题，大家就是。好，那个从这个谁啊，尊妮来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转身。让主持人也看一下。确定，就是碗很大。我们就是碗很大。然后王毅来。元起了，我先看手。好，阿星，好，瑶瑶。蒋舒婷，哇！飞起来，最好展示一下。
这个转过来。好了。这次按什么牌？我们这次这个按什么牌？按发色牌可以。由浅到深哦，也行。那我们排一下这个发色，按发色牌。我们是五彩斑斓的黑吗？这是。我们有什么可以分的？有可以分吗？有一些色卡，有一些色卡。深的在一起。好专业。深的在那边，浅的在这边吧，好吧。我这个算，我这个算有点浅的，有点浅。我这个算深的。那我这个，对，我俩看看。那不也是又是我们？比我黄一点。是我们仨。你看一眼。好。那这次从谁来吧？啊。从哪儿开始？从瑶瑶开始吗？我才不要做被那个粉丝控制的小偶像。来，阿星。是个女人。她很漂亮。我很爱她。都不知道，蒋淑婷，你很爱他，对啊，你很爱他，对啊，他有点姿色的。很难不爱他，这个有跟风险有点类似了，太模棱两可了，我必须来。我觉得可以讲多一点了。没事，第一局呢？确实，他这个类型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哦。他身材很辣。我很好奇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投谁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先来投一下，投三二一。你们孙珍妮涉嫌跟票是吧？没票出场。好，孙妮过来，孙妮过来，你跟票，你被对，游戏继续吗？哦，看看。原来你也爱他。一般吧。有意跟你竞争一下。好，那这次从瑶瑶那边开始吧。她皮肤白皙，身材姣好，吹水可破的皮肤让我对她流连忘返。经常会做直发，是我喜欢的那种长度。啊，确实，他的嘴唇呢？嘴唇深得很完美，就是弧就是很饱满，然后然后冬天也不会干燥，水润润的永远，然后让人很想咬一口的感觉。你好像比我更爱他呀。他的腿很光滑。哎，这你都知道？对啊，就小摸过。难题到了你身上了，依依。这都形容外表，
那你可以形容一下内心。他是一个全能，唱歌、跳舞都是顶级的。我觉得他很性感，想跟他热舞。我知道是谁。好好好，不错。那我们来投出这次的大家所认为的卧底啊，三二一，纸票。怎么又说实话，真的不知道指谁。张欣指谁？指那个蒋舒婷。怎么你们两两对峙是吧？然后圆圆指谁？谢谢。我俩对峙一下。结果已经产生了呀，结果是已经产生了呀。啊，我指的王毅，你也指的王毅啊？没有，我指的是阿星。就两两对峙。所以再来一次，那再投票，再投，再投，再投一次，再投一次，我们改一下票。你们这种不坚定人的，就是可以就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来，三二一，飞行员是谁？王毅。那又瑶瑶是谁？那就王毅。王毅，没准我觉得你进一步了，你这次两军两轮，两轮了。对，游戏结束了没？没有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啊，对，这次从阿星开始。不可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呀？透，等一下，先不透露。继续。他有金，就是有假发。我也好像在里边。头发里面有假发。啊。对。很专业的描写。他。他比我矮，他比我脱了鞋子还矮，因为我怕说比我矮，这样选项太多了。他的素颜有点丑。我突然又在想到底是谁，有点。经常会穿非常短的裙子。非常短是多短？这么短。哇哦。啊，不会是。他，我觉得他素颜挺漂亮的吧。是吗？好了，有争议了。来吧，有争议了。他很小巧。好，那不错，那我们来投票了，投票了。哎，个人审美啊，不要这个。好了，不用找补了哦。来吧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不要为了赢了游戏关了私信好吗？没有。好想笑，来吧。好，投票。三二一，纸票。蒋舒婷两票，然后首先人身攻击的先踢出游戏确实。好，确实蒋舒婷吃到的票最多，蒋舒婷出来。好吧，蒋舒婷有还没结束吗？你们继续，还要继续。那这次就是继续，我们一定要找这个卧底。有一瞬间怀疑我是卧底，到底是谁？好，从这个瑶瑶开始。他很喜欢说话，然后。他每次一开口我都会很开心。他的左耳朵上有一颗痣。这你都知道啊？好详细啊。我好像怎么有啊？他送过我礼物。我有时会经常点开他的直播看。我是看他电台耶。他也有直播。好，来吧，那我们来这个投一下票，来，三二一，纸票。为什么？那我们指他吧。拜拜。没事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还可能还要。
是谁？等一下。OK， 大家来。游戏结束了吗？不知道，谁啊？结束了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游戏还没结束，最后一轮了。这一轮还没走出卧底，就是卧底就赢了，好吧？最后一轮。对，那我们这次从阿星开始，好吧？好的。他今天没有戴耳环。啊。他昨天晚上来我房间给我唱了300首歌。是个歌姬是吗？对，是个歌姬。他快过生日了。妈。那我们来投票，最后一轮投票。好。好，3、2、1。你们俩你是谁啊？我是空白啊。就没事，我知道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他输了，对，他输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恭喜我们的胜者阿星。我就说他。你们不会是熊？谁啊？我投对了。谁啊？我为什么？我是小北啊。对啊，我也想是小北。那我不应该是啊？蒋舒婷，等一下啊！蒋舒婷，蒋舒婷，真有人啊？我以为蒋舒婷，等一下啊！你们先讲这个，啊、我跟他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是出现了什么？对，所以而且他是第一个说的，他就可以说成是一个女的，那就很明显会是他吧。那我以为他瞎说的呀，是个女的就是。我以为他瞎说的，随便说一个什么都可以吗？对，因为我听你们就是描述，然后我就感觉就是他。对啊，就是我，没有错。前面一度以为你们在说玄玉竹，为什么？那种想跟他跳舞。然后让我们来回忆一下，全能选手。然后后来又说他接了假发，小北不是接假发吗？就从那时候我们都是顺着你的答案是说的，从我开始就开始瞎扯了啊！我们都是空白，我们是就是瞎说的。